好吧，三朵金花现在多了七八朵了都已经。哎，你的裤牛仔裤有一个怎么是蓝色的？哎呀，我给你挡上点儿、哎，这视频看着你撅屁股了。哎呀，你撅这个腚啊！我给你挡上了。夹完了，夹完了，看。太没面子了，小二太高了嘛，小二最高的一个，1.7米。嗯，都腿挺长的呀，进入女儿国啦。没有，咱还有两个呢，大号、嘉航，还有那个云飞。别笑，别笑，别笑，别笑！我看见了，你看见了，你就当没看见嘛。我挡住了哈，刚才是谁？刚才是那个是叉叉的屁股。叉叉这一个屁股亮相4000人了。他们说云飞不能算，云飞不算，算啥呀？算姐妹呀，那你要算姐妹的话，都是姐妹了吗？玲儿高吗？玲儿也挺高，但是你不知道，玲儿好像没有小二高。看见了，完了，一点面子都没有了。你到时候直播间你去说吧啊，丢人啊，有点丢人啊。娃娃，刚才娃娃出去了，娃娃也有点虎超超的一天。哎呀，其实这几个人都有点，都没有啥心眼。直不愣腾，我告诉你，这样人老好教了都，他们都是这样，因为他们的老大也挺虎的。那飞老大干啥？有点茶茶好像去干什么去了？他们忙，马上他们要自己开播了。谢谢烟客哥，小二是最高的吗？嗯，小二的腿是最长的，他的腿都到我腰了。嗯，我嗓子咋样了？就是唱歌的时候有点，可能有点发炎吧，咳嗽的。好久没见着小程了，小程也快了，他6月1播吧。谢谢桃李哥，第一眼以为菲儿，我就是啊，我不是吗？我骨骼也大，别人骨骼也大，自卑了吧丫头？有什么自卑的？有什么自卑的？他们都有腰，就我们一个没有腰的，你让他们整个没腰的就整不出来，有什么自卑的？人各有优点。你有腰吗？我有啊。我腰老粗了，你不是在刚刚直播吗？啊，播吗？相机有点过热了，可能风扇，相机风扇的事儿吧，就是我下来一摸都特别烫。我的腿根能不能赶上我的飞？要播的话应该差不多。别人给我当媳妇儿吧，行，可以，你拿走。送给你了，来，给，接住。大半夜的，我告诉你，手机别开，开口就从手机里爬出来。吓死！我们要骄傲，这有啥骄不骄傲的呀？也没有什么不骄傲，也没有什么自卑的，我就长这样。咱也不是说那种，非得比胸、比腿呀、比腰啊什么的，没有啥比的，就做自己呀。那中国人有多少个高矮胖瘦全有？为什么要去拿这些去衡量自己吗？老大，我人先上去了、嗯、啊，去吧，嗯，给你带点吃的。我不吃，你别带了，回家我煮面条去。行，一会儿回家就煮面条吃。好，拜拜。
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嘛。你要力气大吗？力气，我力气一点都不大，拧瓶盖我都拧不开，水的瓶盖能。一会儿我聊会儿天我就休息去了。舞台什么时候？6月9号开，正好我们的第9应届第10年头的周年庆。9块9包邮，我就那么不值钱？9块9啊，我不要钱好吗？我还得带着嫁妆去。没腰吃什么？那我这话我就那啥了。那你还不吃饭了？你就是胖，吃一点都是错，猫掉毛都是错，是不是？狗咬两声都犯毛病。那你看，胖瘦该吃吃得该喝喝，对不对？就像你忙着上班时候，你也不能说你24小时你都在上班，你是不是还要玩会手机、玩会游戏、看会电视啊？难道你就没有休闲的了吗？对不对？这东西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就给你犟两句了。你比腿哥可不是菲儿啊，那嘴皮子，你要是想讲起来，我跟你讲不过他的。现场倒不可以看呀，没有，因为地方没有那么大，舞台没有那么大，场地没有那么大。谢谢曾经哥。徒弟都带什么？最近也在彩排嘛，彩排的话就要上台表演了嘛。叔叔阿姨接来了没有？我家不随话的嘛，在这儿没有接来，就是我想我妈我爸了，完了我就给他们整个机票就飞过来待2天，完了家里边还有家里边的事儿，我们家还种地呢，我妈得看着地呢。两不耽误，万一以后直播这个出路不太好了，我回家我还能种个地啥的。这人嘛，不得有2条路嘛，对不对？就像咱们做工作呀什么的，就能多学门手艺呢就多学门手艺，这老本行种地呢他也不能扔，对不对？我们家还有大棚呢，还有地呢，就是现在不像以前了，就是天天起早去上地了，但自己家有小院什么的。舞台有新歌吗？新歌有，嗓子一直不好，一直没录，我都20多首歌了，攒着新歌没有录的。腿哥不播也不至于种地，至于？我要发展农业了，就到时候我要实在不行，发展不好的话，留后路嘛。对呀，到时候实在不行，直播舞台要是直播不行，我就直播种地吧。还种啊？对呀，我们家好几晌地呢。我不知道，我还没给大家拍过我们家地吧？我们家还有葡萄呢，重包出去了吗？对，有一部分是包出去了。你这都懂，一看就是都种过地的哈，还知道承包出去了。当农场主，那不会，农场主那农场什么的，没整过呢。就是没事儿，我们家种葱啊。还有什么白菜呀、萝卜呀、土豆啊，就种这些，就是一年四季的都是。最近人气掉也是正常，因为你在屋里边，它样式也少，节目也没有那么多，纯唱歌的，真的就那1-2万人去听，因为就是铁粉嘛，就是你咋样都行。你要吸引新的人去来观看，就是观看直播的话，这也是要唱一些有氛围的呀，还有节目啊什么，才能吸到这个，这个怎么说流量的粉丝啊什么来看，这个。来看我，但是你就说天天其实我往这一坐就唱一些慢歌，也有1-2万人看我，那真的就是纯纯的铁粉，真的就是喜欢听歌喜欢看我，有的时候听歌也不是在听歌，就是看我而已了，可能看我那种是一种情感。流量怎么讲呢，就是还是以动感嘛，因为抖音还是以动感为主，就像我一样，我也不喜欢，其实我也不喜欢听情歌，但是呢，就是你要看着动感的，有跳舞的啊，有什么的炫的舞台，我也会真的会停留，就是我自己都会这样。
绝对不是情感，那不是情感，情感包括很多种啊。都看我八年了，以后当个包租婆是当不了了啊，可以当个地主婆，可以好多地呢，我家里边，你看我四轮子我还会开呢。我在听许仙哥，我看到了微信，我看到了，我在听，我知道。我徒弟有几个徒弟来这儿了，基本上我徒弟都来抖音了，其他的好像我哈徒弟都来了。我在成都现在，起码在成都的话我得要待个几年，租了好几年的房子跟人家签合同。舞台应该小号播一场吗？对，小号会播的，到时候小号试播的时候告诉大家，要不然我也得试验一下这个网行不行啊，这些东西行不行。九儿前两天来了龙潭水乡，对，我在这边，是不是龙潭水乡啊？好像就在五彩城华还是城西还是城华，我在这边。你不会嫁到成都吧？可以考虑考虑啊，有啥不能的啊？一切皆有可能啊。龙潭寺吗？我龙潭寺我不知道，我就但是我知道是成华区。城东，我不知道这是城东城西。觉得适应成都了吗？这块真的是很好，睡觉很香的。其实6月9号，对，周年庆，到时候大家来哦，我给大家发礼品，到时候大家来抢啊。哪天直播相亲，那他就给我封号了，我估计。九儿说什么？开播前一点来哦。那你要来的话，可能要提早来，因为需要彩排呀、什么的，不可能不彩排就上台的。他这块的生活节奏真的很慢，就是慢的让你都不想工作了，就那种。进来怎么划不走啊？不想抢礼品，想抢人呐。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还敢户外了吗？万一你把我人抢走了，完了台上就剩几个人唱歌了，问菲儿呢，菲儿被粉丝抢走了，能不能不请几个嘉宾吗？我暂时没有认识那么多的朋友，因为自己直播这几年自己直播的惯了，因为在这抖音才一年嘛，可能交的朋友没有那么多，也没好意思去邀请。他们谁来不来我还真不知道，他们来的话会跟我讲的，他们没有跟我讲，基本上上舞台的话都已经在这儿了。是不是可以抢人？不可以抢啥人，你抢人就我跟你走了，你都容易挨揍，他们就得放学请麻袋，不是拿麻袋给你请麻袋里去。直播间里发，群里不发。对，我是现场，就是6月9号直播间发，有手机啊、平板呀、什么，反正好多东西吧都有，但是没有 U 盘。U 盘的话，我们是14G就免费发放的。第一次刷到我，那你要点上关注哦，这是我的小号腿哥。哎，就朋友嘛，得慢慢交，慢慢处嘛。毕竟你要线上祝福还是会有的，但是你线下的话还会影响的，还是会有影响的。因为好多时候我也可能就是舞台开业完了，我也会可能会出去走动一下，出去走动的话多少它会影响一两天的直播，但是这个东西大家能理解吗？就是你出去走动了之后怎么讲，你出去到人家的直播间啊，或办什么活动，你出去了之后你再邀请人家来或什么的，这东西是相互的。我在现在也还没有出去，就是怎么讲呢，是走动这些
等慢慢就是基本上这些都去都有舞台啦，到时候就可能都会走动走动。嗯，我这人吧，大家就看这么长时间能知道我的性格还是有点内向的。横屏嘛，就是好像应该横屏的几率不大，但是我可以录个横屏的视频，到时候给大家就能看全面的舞台，因为横屏的话流量不是特别太好。户外的话提前3天说一声，户外要提前1月就告诉你好不好，到时候我把小板凳都给你们准备好了，我都害怕我户外的时候没有人。礼尚往来嘛，对，会越来越好吗？这个咋讲呢，我不知道将来的路是很好还是很坏，但是我觉得我迈出这一步，我今天走上舞台，嗯，做我喜欢自己做的事情，不管好与坏，我觉得这辈活都值，我不后悔。好与坏就交给自己努力，交给天去决定了。就是不管是咱们哈，就是我一样，大家一样，一定要就是也不要去纠结，也不要去觉得这怎么会这样，或者说花了这么多钱，我努力这些我得到回报是没有什么怎么样的。人这个东西命都是天注定的，就不要去想怎么样，只要你努力了，你不后悔了，你这辈子就值了。就我所以说我现在的心态跟以前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嘛。嗯，就每个人的就是可能命格它也不一样，每个人的命运它也不一样，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，最终的终点也不一样，走的路它也不太一样。你认识的朋友，欢迎师傅回家。每个人认识的就是身边的人也会影响你，就是可能你就是遇到的什么事情，它也会改变你的想法，改变你这个人，改变你这个路线。就哪怕就像大哥喜欢听的歌，哎，可能这个歌我挺喜欢，就给大哥唱了。可能大哥喜欢听 DJ 的，我学的都是 DJ。大哥喜欢。可能都是柔情的，我可能学柔情，就是按照自己的走完了，看一下就是自己怎么走，和身边的人也会影响到自己。还好啦，其实就很多的时候大家觉得我现在做的还不够，其实我觉得我做的不是不够，可能还没有那么好，但是我觉得自己真的是挺知足的，我觉得有你们就挺幸福了，真的，其实挺好，挺每天都挺美，挺开心的。不争不抢比较豁达嘛，也不是，该努力的东西不叫争抢，该努力的时候一定要努力的，也不叫争抢，该就是该努力往前冲的时候就不叫争抢了，就是该努力往前冲的时候你就要努力去往前冲，并不是要超越谁，也不是要去比较谁，更不是说要去争抢，就是该努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到了那个位置了。就是不给咱自己的兄弟有压力，也不给自己有压力，就一点点走吧。嗯，没有邀请谁，家人们，你们想看谁，到时候以后我慢慢认识朋友多了，到时候我们相互走动一下，可能以后认识朋友多了以后，舞台可能会多一些朋友。户外还没决定在哪里，因为我得。我这么说可能大家我也不知道能不能，因为你看我的团队也是刚刚组建，还不成熟，我室内还没有玩得很明白，我就去室外的话就是两头都玩得比较糟糕，你起码有一方面你这看屋里坐着播没有问题了，慢慢你看加导播加机位完了团队啊什么的，每个人很多很多的时候，你可能上舞台灯光你慢慢一点点配合完了之后，最后一步可能就真的是就是户外嘛。跟随你好多年了，其实我也自己，其实我今天就变成这样，我都觉得我已经是个奇迹了。可能跟别人比的话，可能还不算啥，就是迈出这一步走向舞台的话，我就是其实也需要很大的这个努力，自己心里的突破。嗯，这个我怎么能让大家感受我的心情呢？嗯。就是很多东西你要自己心里边和要自己迈出那步去做的那步，你看有的人他就真的适合于坐着播，慢慢你让他去学舞蹈，其实舞蹈的话对我来说其实挺难的，你让我没事光光就是这么几下卡个点儿什么的没有问题，你要是整体协调性连贯性的话，其实我还是不是特别太好的。
哦，给你个建议，不播的话能不能发个公告呢？我会天天每天都会，我要是不播，我会发一个自己的名字，群里边也会告诉大家。可能你没有加群，你可以加一下咱家的群。云朵老师在成都吗？等有机会的话去拜访拜访。我也特别喜欢云朵老师。那就是真的就是那个时候唱歌的一个偶像。娃娃舞蹈型，娃娃这个四肢协调比较好。群都满了呀，邀请我吧，我能跳广场舞。师傅，我邀请你敢上台吗？你要敢我就敢邀请，现在我就郑重的邀请师傅，我唱歌，师傅你后边伴舞怎么样？兄弟们同意吗？不能怂啊师傅，你要不同意的话，是不是你多少得安抚安抚我了吧？师傅，你真会给自己挖坑啊！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啊！相当同意啦，发出邀请函。嗯，大师傅你飘了。这东西咱也不好评判谁好谁与不好，这东西真的就需要磨合以及时间。我算是怎么样呢，算是团队怎么讲，算是来成都后才组建嘛，现在我的团队还不全，现在怎么讲呢，还不全。可能我上舞台呀，大家可能也要做个心理准备，上舞台可能有时候切镜啊运镜啊可能也会有不到位的地方。因为毕竟你看我一年前站在沈阳的舞台上，但是呢人呢都不是咱自己的，因为毕竟是工会的嘛给配的，就是你离开了之后呢，就自然你是一个人走的，你不可能把舞台和人都带走，你需要招聘，你需要跟人家磨合。你这些东西也需要招聘，需要时间，各个岗位呢也需要时间，需要你招到人之后你还要有试用期，试用期之后呢几个团队的人还要一起磨合，磨合好了之后我还要跟团队的人去磨合。所以说呢也需要，你要如果说真能拿得出手的话，一个团队人到齐了和主播到齐了，磨合一年能完美一点吧。真正成熟的这些能就是说大型的咔咔一点问题没有，两年到三年才可以。所以说我也不敢保我说我舞台能做成非